各位傳媒朋友、各位市民、各位網民，首先歡迎大家參與民建聯2021年立法會選舉結果的一個發佈會。民建聯在這一次的立法會選舉，我們總共派出22人競逐6個選舉委員會界別的議席、6個功能團體界別議席，以及10個地區直選界別議席。結果民建聯呢一共取得19個議席。其中地區直選得票率咧係51.4%，我哋總共攞咗68,563票，成績基本符合預期，亦都有所突破。民建聯感謝所有投票俾我哋嘅選民以及選委對我哋嘅支持信任，我哋更加感謝民建聯嘅選舉團隊義工。全力以赴助選，克服各種困難挑戰，令到我們今次取得突破。我們亦都感謝選舉過程裏面所有的工作人員，包括紀律部隊的不懈努力，令到今次選舉得以順利有序地舉行。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張國軍、郭佩凡、陳仲妮、林林、郭玲麗當選。在功能團體界別，陳勇取得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及有關全國性團體代表界別議席。黃英豪取得進出口界議席，何俊賢取得漁農界議席，黃俊石取得會計界議席。在地區直選方面，民建聯在全部10個選區均取得議席，分別是港島東的梁希、港島西的陳學峰、九龍東的顏文宇、九龍中我本人、九龍西鄭永信、新界東南李世榮、新界東北陳克勤、新界北林國芬、新界西北周浩鼎，以及新界西南陳文斌。另外，陳海榮在選舉委員會界別取得941票，朱麗玲在社會福利界取得872票，陳永光在醫療衛生界取得3446票，雖然他們未能取得議席，但是雖敗猶榮。這次立法會選舉安全、有序、公平、公正的情況下舉行，候選人有不同的背景和理念主張，認真比拼政綱，展開良性競爭，顯示出新選制的理性、包容和代表性。由於選舉方法、選區劃分等的改變，這次選舉存在不少變數，而民建聯亦都派出多名新人參選，而在會計界、社會福利界、醫療衛生界更加是民建聯首次派人參選，故此整個選舉工程是充滿挑戰。選舉讓我們謙卑，議席帶來責任，民建聯會緊記市民對我們的期望，認真履行選舉承諾，推動社會變革，切實解決市民關心的社會問題，讓香港變得更公平、繁榮和穩定，成為所有港人安居樂業的家園。我們會通過選委會、功能組別和地方直選的每一個選區，做好服務市民的工作，同時緊貼社情，反映民意，有效監督和協助政府改善施政。我們亦會加強與立法會內不同黨派和議員的合作，確保新一屆立法會有效發揮應該有的憲制職能，服務市民。最後再次衷心多謝所有市民、選委
對我哋嘅支持。多謝民建聯團隊員工不懈嘅努力，多謝所有工作人員，讓到整個選舉有序順利嘅進行。咁我睇下咁多位記者朋友有乜嘢嘅提問。可唔可以介紹下自己先？希寶嘅，首先想問一下咧，即係今次都提到話有好多嘅變數同挑戰啦，點解即係地區直選我都仲可以即係全部贏到咧？其實會唔會覺得都關今次民主派冇參選事？其實會唔會都考慮即係可能多謝佢哋咁樣咧？好，地方直選能夠取得十席咧，確實係得來不易嘅，亦都係多謝市民對我哋嘅支持，團隊嘅努力，呢個係共同努力嘅成果。咁我哋其實喺整個選舉過程咧，確實真係面對不少挑戰。第一，新嘅選舉制度，我多次都公開批評，整個嘅宣傳咧，或者係新選制嘅特點咧，其實政府宣傳得不足夠，咁亦都讓到咧，其實市民咧唔了解。大家都知道嘅應該係邊個選區，其實市民咧好後先至知道。立法會的改變呢就更加不是在街上的老百姓呢，我想他們現在能夠充分掌握，所以這個確實是令到我們的選舉工程呢是加了不少困難，這個第一點。第二點呢就是那個投票的安排啦，也都是有改變啦，也都是需要呢我們去跟市民去分享。第三當然是選舉制度，直選那裡是雙議席單票制，過去比例代表制呢，其實我們由於已經是市民了解，而我們政黨也都是多次參與比例代表制的選舉，所以在評估選情或者是預估自己結果的時候呢，可能那個預測性呢就會比較高。現在新形勢呢，我們其實作為參選人呢都是相當戰戰兢兢，所以我們呢都是盡全力去爭取每一票，咁啊能夠取得咁嘅成績咧，我哋亦都知道係好多因素導致嘅，亦特別咧係多謝咧係市民對我哋嘅支持，咁我哋會全力以赴嚇，做好我哋嚟緊嘅議會工作。好，辛苦嘅，都想問下即係點樣睇今次嗰個地區直選嘅投票率，即係你認為係高啊、低啊、夠唔夠啊咁，即係點樣睇啦？咁第二個問題就係、是、你嘅監事會啊，主席同文端。第一，其實每個選舉咧都有不同的投票率嘅。我哋其實作為參選人，無論參選邊個界別，無論是參與邊一個層次的選舉，區議會好、立法會選舉，我哋都是呼籲所有的市民出嚟投票，用佢手上的選票咧去選出代表佢的代議士。咁我認為其實整個投票率的高低咧，每一次都有佢獨特背景。每個市民咧，佢出嚟選擇投票又或者不投票都有它個別原因，有部分可能對新的選舉制度不太認識，或者未夠認識，有部分可能認為對候選人不太認識，有些可能又有其他因素，有些甚至說可能搭車都是一個因素，所以我就不再問市民去估那個大家是否投票的個原因。總體呢，我們是無論是選舉投票率的高低，我們其實都是要同自己講下，我哋作為候選人都係要咧係要自己發揮得好啊，爭取到最多嘅支持，先至能夠有機會攞得議席。咁另外咧就係盧先生嗰個意見啦。咁其實每一位市民，包括特首，包括我哋盧文端主席，都有佢個人嘅立場嘅。咁呢個係佢個人立場，我哋係尊重。但係我哋睇到整個選舉喺新嘅選舉制度底下，第一係公平公正。有序咁樣去進行。第二咧，亦都充分體現一個良性競爭，係嘛？確實大家見到係一個比正光、比能力嘅一場選舉，咁係絕對我認為咧係一個優質民主嘅一個展現。咁香港電台就想問翻咧，即係其實你哋點樣評估你哋今次即係呢個選舉得到嘅議席啦？係咪即係都係叫做大勝咁樣，會點樣形容啦？咁另外都想問埋就係、是、即係其實你哋嚟講都會係議會裏邊嘅大黨啦，即係其實期望可能民建聯喺個議會裏邊會擔當個乜嘢嘅角色啊？即係會
同建制派其他嗰啲陣營去點樣樣去協調咧？咁咁另外即係都想問埋，其實都見到今次選舉嘅議席裏邊，即係非建制派其實得好少都好少啦。咁咁其實喺嗰方面，可能你哋嘅溝通又會係點樣？同埋會唔會都覺得今次呢個選舉到最尾都係即係唔係一個五光十色啊？做唔到好似之前咁講有咁大嘅廣泛代表性咁啊？唔該。我諗我先答同建制派嗰度合作先啦。大家都睇到咧，其實新嘅議會裏面咧，我哋有好大部分咧都係一啲新人。咁我哋其實咧一路都係會同我哋嘅建制派嘅黨派咧一齊合作。我哋亦都期望咧同大家一齊合作之後咧，可以解決到咧而家即係香港大家關心嘅一啲深層次嘅問題嘅問題，亦都係推動即係政府做好佢嗰個政策嘅工作啦、遊說啦。這些都是我們在緊要做的，特別是市民關心的房屋的問題、或者現在一路大家都說的新界北的發展是怎樣去處理的，這些都是我們會跟建制派的朋友一起努力在議會裡面去做。我補充一點呢，就是我都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我們今次這個新的選舉制度產生的90個議席裏面，大家看到其實是體現回除了是廣泛代表性，但也都是有一個均衡參與的秩序裏面。我們今次那個的議會裏面的組成的人士是包含不同的界別、不同的背景、不同 的那個階層的人士，我相信其實代表著不同界別、不同背景的人士呢，是可能其實大家在未來一些民生很多政策上呢看法就未必會一致，但正正就是能夠我們在這個議會裡面呢怎樣找辦法去解決一些問題層的共識。其實我們這個議會呢應該呢就真的可以有大家不同的聲音、不同的界別的代表、不同的背景的人，這個均衡參與的要素呢在今次這個新的議會裡面呢是特別體現到出來的，我都想強調這一點。補充翻頭先你其他問題，民建聯我哋嘅角色，我諗我哋一如既往啦，我哋都係會積極主動同各個板塊同各個議員咧係去合作，因為議會咧係一個協作嘅需要協作嘅一個平台嚟嘅。如何讓到議會發揮最大嘅憲制職能咧？其實更好嘅協作咧，我相信係更能夠有效推動政府咧係解決深層次矛盾、發展經濟，以至咧係做到市民期望我哋想做嘅事。所以我們民建聯一如既往都會做好協作的工作。至於議席呢，其實 你就太過抬舉我們了，其實我們就算現在那個數字給對大家記住，現在那個基數是90席的，我們其實說的都絕對是需要跟不同的黨派去協作，才能夠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能夠推動政府去接納我們革新求變的一個施政理念。看有沒有其他問題，這位小姐。你好，我 TVB 的，想問一下其實你們如何評估今次大勝的原因是什麼？有些分析就說今屆的投票率低，其實很多上屆有投的一些偏民主的民主派的那些選民今屆都沒有投，這件事是不是一個主因？還有剛才李主席有提到部分的選民可能不投是因為對新制度、對候選人不認識，會不會這件事是構成一種政黨效應？因為很多人可能不熟悉一些其他政黨的候選人，因而就將個票就投了給民建聯，覺不覺得這些是幫助了你們的選情？你可不可以再重複講講你剛才那條問題的問題？ Sorry。我想請教一下，就是你怎樣 general 你怎樣評估今次大勝的原因？因為有些分析就說可能投票率低是很多以前偏民主的一些選民他們今屆沒有投。第一呢，我們認為我們的選舉結果呢是符合預期，而且呢是取得突破，並非你形容的那個說法。我們因為都知道整個選舉工程都是不容易，這個第一。第二呢，就是今次結果的原因，我想其實
每次選舉結果都是一個綜合因素的反應。那我們參選的候選人大家理解為什麼我們面對這麼多的挑戰和困難呢？其實我們就是真的遇到在不同的可能情況底下呢去出戰，也都要去做好自己爭取的事。投票率較為高的時候，那我們也都是同樣是200%的努力去爭取，或者沒有那麼多市民選擇出來投票的時候，其實沒有影響我們的選舉工程。那我們都是尊重所有市民他的選擇，無論他出來投票又或者他不出來投票。那我們知道呢，其實市民對於接下來的議會都是非常關注的，特別香港已經進入新的形勢，那怎樣去回應市民對於新選制的怎樣回應市民對於新選制這個新鮮事物，或者他們相對不夠認識呢？我認為作為我們民建聯，作為我們接下來的議員呢，我們是有一個責任的，我們一定要發揮好議會的憲制職能，讓到市民見到新形勢底下其實香港呢真的會向前發展，我們的深層次矛盾是一個共建，這樣是可以逐步去解開的時候，我相信未來市民可能會有不同的想法。我想答一答關於嗰個政黨效應。其實由我哋民建聯成立到而家，由我哋後黨者嘅前輩一路大家努力咧，係每一屆都肯定有民建聯嘅政黨效應。因為見到民建聯嘅招牌同埋呢三個字咧，就係代表品質嘅保證。唔單止係地區直選，響功能組別，包括我自己嗰個選舉個界別，大家對於民建聯呢個品牌嗰種嘅信心。咁當然呢個係個基礎，每一位我哋參選人民建聯派出嘅參選代表咧，自己嘅努力同埋佢嘅優勢、佢嘅專業都係非常緊要，呢個可以疊加嘅。所以喺呢度我都想講一句，香港每一位尤其青年嘅才俊，你想從政嘅話，加入民建聯，呢個就係政黨效應嘅品牌基礎嘅保證，就係加埋你嘅努力，你嘅成功機會一定大好多。我好多謝呢一個嘅。想買後期，希望亦都能夠持續發展。好啊，我睇下我哋其他成員有冇啲咩想分享、補充。政黨效應係咪幫到大家？好，有冇其他團隊提問題？兩位啊，可唔可以介紹下自己啊？明報係。或者回應下23條嗰個問題啦，呢個其實我哋好多參選人喺唔同嘅場合都提過，即使係即係現任嘅立法會議員咧喺議會裏面都提出咧，就希望林太咧喺佢任內嘅時候咧係完成嗰個23條嘅立法，呢個係我哋即係好多市民同我哋講嘅一個期望，亦都係民建聯提出嘅好清晰嘅一個立場。咁所以如果佢能夠係可以喺佢即係任內嚇，即係出年嘅年中之前咧，就已經係做到嘅話咧，我相信咧呢個係我哋係會樂見其成嘅。我哋亦都可以即係喺議會裏面咧，係即係作出一個相應嘅配合，希望佢能夠盡快完成香港要做嘅一個憲制責任。至於我哋嚟緊想做工作，我相信每個議員咧都有佢嘅競選政綱嘅。不過我相信，如果社會上其中一個最大嘅公約數下，新一屆政府我們就期望新的行政長官能夠在行政架構上有所革新。現任的團隊我估計起餘下的時間就會都不容易，正如行政長官說他都是諮詢緊，他施政報告都有說。不過我都在這裡敦促政府土地房屋上我認為是要爭分奪秒，而這個我相信不同界別的參選人都是期望政府呢，就算得返咁短時間都要集中精力去做。三年上樓而家越等越長，劏房告別劏房呢亦都冇咗影，係咪之前發表嘅長策呢亦都冇接納我哋嘅意見。咁我相信呢一樣呢係我哋首要呢要去追政府嘅長策要改變，咁先至能夠呢係可以呢係俾市民見到香港嘅土地房屋政策呢係向緊一個呢係正面嘅方向發展。How would the DAP evaluate its performance in this
How would you evaluate the number of turnout this time around? With only 30% of voters voted in this election, do you think the DAB could really represent the rest of the 70% of voters who didn't vote? And also, will the DAB play a bigger and more influential role in electoral and also in the government with 19 of your members being elected this time around? And also lastly, just one non-establishment member was elected in this election. Does this show that electoral is no longer a place for dissent? TVB Pearl? Yeah, TVB Pearl. What would you say about the lack of opposition in this year's electoral election? And does it have anything to play with the fact that the pro-establishment parties have achieved an overwhelming victory? And also, what are your suggestions for the government to increase public awareness for the election next year? Well, I think first of all, we need to thank all the constituents who cast a vote to us in this election. And I think time is right for Hong Kong to carry out more reform on the government, as we suggest. And we also put forward in our election platform. The time is right for Hong Kong to carry out more reform on the government. And indeed, we trust that under the new electoral system, that will enable us to tackle those deep-seated life-deal issues like housing, like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poor. These deep-seated problems must be solved. And I believe that under the new system, the new electoral system, that will enable us to reach our objective to tackle this deep-seated problem. And responding to your question on the diverse view in electoral, I think Hong Kong has always been a city with diverse view. And you look a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members in the electoral this time round, they come from a wide range of backgrounds. We have representatives from grassroots, we have representatives from business sectors. So I think people with different backgrounds, of course, they look at the problem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ut the crux of the matter rests on how we're going to reach consensus. Unlike in the old days, some people paralyzed the operations of government. And that actually caused serious harm to the society. And I believe that under the new electoral system, we would be able to reach consensus on many problems and make sure that Hong Kong can move forward. Well, I think first of all, you need to look at the fact that this is a new electoral system, and it takes time for people to get used to a new system. So I think more important is how we're going to move forward, and going forward, how we're going to carry out more reform on the government and make sure that we can tackle the big seat problems. And I just make one more supplement, and it's just the new system heralds the principle of balanced participation. As I pointed out, there are a wide range of people from a wide range of backgrounds. So that is another very important feature of our new election. That's all from me. Thank you. Okay, that'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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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媒介朋友今日嘅參與，大家都辛苦啦，咁啊，大家都好休息嚇，唔該曬咁多位，多謝。